游片商 Little Big Pictures 公司表示，金喜爱将主演星辰满月、中村优子、金素慧、程又斌等演员参演该片，将于月底开机。讲述女主角收到初恋情人的信后重温往昔的情感电影。日本演员中村优子饰演女主的老朋友，女团 IOI 成员金素慧饰演女主的女儿。在幸存的孩子中，表现上佳的程又斌饰演女儿的男友。担任该片编剧和导演的林大炯表示，本片将让观众重温被我们遗忘的关爱的价值。丸金喜爱1967年4月23日出生于韩国江原道春川市，韩国女演员，毕业于韩国中央大学。1983年凭借电影《20年的头一天》出道，1986年凭借电视剧《女心》获得 KBS 演技大赏新人奖。在1991年和1993年分别凭借电视剧《越过那座山》和《儿子与女儿》两次获得 MBC 演技大赏最高大赏。1996年9月与电脑失业家李昌镇结婚后退出演艺圈。2003年凭借电视剧《妻子》复出，并获得第39届白奖艺术大赏电视剧部门优秀女演员奖。2007年凭借电视剧《我男人的女人》获得 SBS 演技大赏最高大赏。2013年凭借电视剧《妻子》的资格，再次获得第49届白奖艺术大赏电视剧部门优秀女演员奖。同年出演 TVN 电视台综艺节目《花样姐姐》。2014年